那刚才看到的就是龙舟进入冬年的隆重仪式。那话时话端午节又快到的了，瞓了成年的龙舟呢是时候要起身的了。到时候再由我们特首记者带大家看看龙舟的起床仪式，大家记得要留意了。没错了，好了，跟着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位观众的特别点播。自从我哋五一呢条片播出街之后咧，佢立即写信过嚟啊，话一定要将呢个老虎俾马骝玩呢条片压缩咗俾佢下载。但原本咧五一就已经系过咗呢个截止日期噶啦，不过佢真系好有诚意噶，佢话佢系属马骝噶啦，代表晒咁多属马骝嘅观众咧，就希望可以珍藏呢条片。咁再加上咧之后的确好多观众都话对呢条片好有兴趣，所以咧我哋特别安排喺今晚咧播多一次。咁大家准备好未啊？我哋马上去片噶啦。Thank you.